我那这是小学鸡的走秀，别给他看了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我还真没有看过啊！我的天哪！来来来来来，我要欣赏一下我们彭老师的走秀。哎呀，真的小学鸡式的步伐，真的，哎呀，对，这是小学鸡式的步伐呀，哎，真的很帅呀！哎呦我天，我就喜欢陈老师这种漫不经心的彩虹屁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你平常你哎 ，OK。你平常的样子就是你看，就看了三秒，不好看。不是他没了，就是因为他，我在我印象中，他平常的样子就是啊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你看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，但是真正他认真起来，啊，真的就很酷。好，我看看陈老师。哎呀哎呀，哎呀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其实也挺。当时表情是那个很啊，就是淡然，其实内心慌啊。A棒了，满分。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参加秀，然后也是第一次走秀，然后其实我并刚开始我真的不紧张，就是知道这个事情，接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紧张，对，然后。当我真的说彩排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感觉，因为也没什么人旁边，然后就那个秀导就告诉我怎么走，走到哪儿，然后就是咱们大概是什么节奏，什么样的音乐，其实也没什么感觉。当真的在后台要上场的那个时候，真的要就是很紧张，很紧张。但是你又不能说，哎呀，走不了，对吧？你因为就是也是就是要去做的事情，所以就让自己就是。沉下心来，然后就放开了去做就好。我就想了一件事，我说高跟鞋别掉，真的，就因为那个跟特别高。然后我呢，我又平时真不穿高跟鞋的人，我800年不穿一次高跟鞋，除了做活动，以前做主持的时候每场活动会穿，做了演员之后800年没穿过高跟鞋了。然后就感觉突然踩上那高跷的时候，就觉得。感觉很陌生，然后就特别怕走着走着鞋会掉，我特别害怕这件事情。我就全程走来之后发现鞋没掉，就行了，就可以了，圆满了，也完全没顾及那个姿态呀、啊，还有就是那个表情管理啊什么的。对，就想了那么一件事，所以我说走的挺小学鸡的。其实挺好，真的挺好的。商业互吹开始了。不是，好吧，那就算商业互吹吧。没有，是真的，是打心眼里说的啊。小冉，就是他的微信名。他的微信名方便说吧？那我回去也改成你的微信名好吧？原来是这样。好的。会啊。会啊会啊。你点了吗？开玩笑，有的都有互点。差不多吧，差不多，因为我们俩其实都不是一个特别爱发朋友圈的，对，也不是常看，对。